五祖是流民，三十六教真，六任为正主，千变万化身，吕山法门开茅山。真传真过，真心过决，如过假决，我本人分文不受，永世不昌。我今日将福英馆六任师师宗教秘法传俾你弟子刘法佳，你对祖师爷敢唔敢忘恩负义？唔敢。千使千应，万事万灵，莫误弟子，莫误他人。神仙妙诀，藏在千年之山，稳在万年之石，即念即道，如若不道。